下一个表演，叫做闭嘴，叫做好笑吗？好笑哦。然后呢，这个游戏规则呢，就是我们只能讲问号问句，然后我们会分成两边，然后如果他说的不是问句，或者是他想不出来，就会叫他下台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哦，对哦。好。哎，你不觉得这边空气都是甜的吗？我觉得，难道你不觉得空气很脏吗？哎，你这是歧视吗？哎，你歧视台南人？干！你是台南人吗？是是。宝贝，可以嫁给我吗？这点东西拿出来，你不觉得丢脸吗？你知道这花了我多少钱吗？300块。你求婚失败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刚看到有人很生气的走了，你认识他吗？他不认识。你想听笑话吗？什么笑话嘞？你知道 Judy 上班很忙会得什么病吗？我不知道。他会得足底筋膜炎，因为 Judy 筋膜炎。哎，第一天来台南好开心啊！让我看看，Adidas 新疆棉，你不觉得你这是辱华吗？你渴望自由吗？海的另外一边是敌人吗？你看过？打败他们，我们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？你看过138话了吗？还没。你是谁？我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？我是。五条悟，国就杀透了，领域展开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，Nike，、算了。哎、欸，是你预约的出租梦梦吗？那要一起用吗？一次5000块会太贵吗？不用钱不行吗？那我们是要使用它吗？不然送你好了。你找到人用它了吗？那我们走吗？好啊。讲话看什么看呢？有人叫消防员吗？就是、失火了吗？火在哪？除了失火，谁还会叫消防员？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，好，谢谢大家。